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声综艺频道，我们继续玩回灌篮高手。上星期都买了一只青田信长来玩，相信大家对于这只角色的武点都十分之期待。接住下来我都会分回几个部分同大家解说。首先我们会剖析这只角色究竟有什么进攻技能。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同大家讲这只角色最强的点，就是一些格扣的技能。格扣技能大家可以留意翻上图的范围，就是这只角色的格扣范围。格扣呢，青田主要是会用右手做格扣。调返转，如果我们左手边的底线位置再用格扣，他都是只会用右手去使用格扣，是不适用左手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翻这个位置，就是青田信长的武点。普通格扣其实个盖帽时间都是十分之容易去把握。接住落嚟，我哋可以介绍一下，另外系有两招嘅格扣技能，就系迅突格扣。迅突格扣个最大分别就系佢会有左手同右手分别。留意住对方使用完迅突，就会马上有得使用迅突格扣，系会令到个动作更加有连贯性。调翻转，如果系向左手边嘅话，他就会用左手去做格扣，而盖帽时机亦都是这个位置。所以迅突格扣的盖帽时机是会比普通格扣有少少难掌握，大家只需要留意对方会做一个迅突的动作，然后就会马上使用格扣，那一刹那就要有心理准备。另外就是跳步格扣，跳步格扣就是这只角色的精髓，最难盖的一招技能，是比较难去估计到究竟青田他会用哪一招格扣，例如迅突格扣、跳步格扣、定普通格扣、定是上篮技能，其实都是很难估的。如果加上跳步格扣，是更加令到这只角色更加难分辨。大家可以留意翻，如果他用跳步格扣的时机，就是他会做个跳一跳的动作，然后先会使用格扣的。而跳步格扣只是有右手没有左手的，大家看到个动作会更加清脆。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盖帽的话，时机是要掌握得更加快，看到他有猴子跳步的时候，就要有定心地准备要跳了，如果不是就会好像以下影片那样迟了跳，就丧失了一个盖帽的机会。而呢三招亦都系青田最难做盖帽嘅招式啦。其实普通格扣喺街场都比较少用噶啦，多数都系跳步格扣啦，同埋迅突格扣，因为佢哋两招嘅连贯性同埋个速度都系比较上快嘅。接住落嚟就会有上篮技能。上篮技能其实同格扣嘅位置都系一样啦，亦都系篮底附近位置。大家只要见到对方一举手，就系会使用迅接上篮。盖帽位置如上图，
咁信接上那是有二段的，咁如果大家捉二段嘅機會咧，其實都係要靠個隊友係會比較實際，因為有少少似流川楓嘅二段咧。咁如果隊友見到佢做上籃咧，其實有時間去回防翻青田做二段上籃，因為佢二段上籃個速度係好慢，佢換手嗰個時間係夠大家去做一個回防嘅。佢係冇位置如上圖。咁以下就係青田嗰幾個唔同嘅進攻手段，三招嘅隔扣技能，兩招嘅上籃技能。而青田嘅蓋帽點呢，其實都圍繞住籃底嘅角色先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嘅角色唔係籃底呢一個位置呢，可能企出咗少少呢，係蓋唔到青田嘅任何一招。所以籃板角色要掌握青田嘅蓋帽點係十分之重要。咁而最尾就係大招啦，大招亦都會有左手同右手。咁右手同左手呢个盖帽点都係分别如下，亦都感谢观众提供相关影片。就介绍埋后切触头，而后切触头咧个范围会更加广阔啦。而佢嘅技能就系使用完信特之后就可以马上作出投篮。而佢嘅帽点亦都系同三井嗰啲十分相似，亦都系将个波摆喺个头度，准备做投篮嘅时候就作出盖帽。好啦，咁今集就最紧要大家留意翻三样嘢啦。第一样嘢就是隔扣技能，隔扣技能它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普通隔扣，第二类就是信特隔扣，第三类就是跳步隔扣。而普通隔扣的帽点都是十分之容易去捉摸，信特隔扣呢大家就要留意回去使用完信特之后就有机会使用隔扣技能。而跳步隔扣就要看回个人的反应了，留意对方用了跳步的时候就再作出左攻。而最尾就是上篮技能，上篮技能留意翻对方举手的时机，同埋二段尽量依赖翻队友的帮助，咁就可以有效地防守到呢只青田。咁希望呢一条片亦都帮助到大家理解翻呢一只角色嘅盖帽点。如果大家有什么补充，欢迎喺下面地方留言。咁我哋下一条片再见，拜拜。